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放。化学小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，今天小放特地带大家一起来围观未来学长的自画像创作过程。你比我想象中的画画哎，我初中可是画的，真的？漫画，真的？在同学间传言的吗？不是，你画的太好，我有点慌张。我没有，我以为是会画那种就是比较搞笑、比较 Q、比较可爱的那种，然后没想画这么好，有点慌张。这也是比较可爱、比较搞笑，说不定我也不知道是可爱还是不可爱。画画。你看你镜头啥？你这还能画出性格来啊？就本来想画一些元素啊，画啊。用这个铅笔，涂卡的铅笔。这个我还是找道具老师拿的，现拿。应该准备一个专门画素描的铅笔，接着画我吗？没有，哈哈哈哈哈！导演，这可能是导演已经买了，看到吗？最好不接，不太可能是他未来了。所有的想法都是在突然之间。就是有些仓促，是吧？这太难了。亮点，对，好在你们都有有趣的灵魂，我还不是那么的难。中秋祝福，哇，刀疤未来吗？虽然在考古的时候，非常可能出现，但是我希望不到发生在未来身上。我原来是超女星，是不是有点过于的好？未来的英文名叫 Future。英语名词词语，教师节快乐！好帅，谢谢。你画太好了，我觉得我不要拍我。